店主是谁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从你的车上下来，不认识，这样靠在你的胸上，哼！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妖精，所以没有来接我？好，我知道了，现在就是新人胜旧人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看那些女人为了接近你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身边有我在，我一定把你看得牢牢的。松手。松手！我不。好。所以他到底是谁啊？因为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楚老师，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裤链没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偏不。本来挡住比较好看，你这样一定会入水，相信我。楚老师，你对我好像有一些误会。我只希望你们的婚姻是我最大的误会。你想打人啊？想干嘛？想动手啊你？哎，没踩到。哎，你给我松脚。我就不。松手！哎呀，小妖精今天反应挺多的。楚言，你这个贱！等下那个试镜舞蹈就这么跳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楚老师。Lisa 姐，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我们刚好碰到。Lisa 姐，你找楚老师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谢谢楚老师。不客气。Lisa 姐，我先走了。加油啊！